没想到曹大人让我们做同舟会的秘密组员，更没想到的是一做就是这么多年。最没想到的是你卧底卧到最后连我都不信任。别说是我了，就算换上汪大人你，面对这样的情景，恐怕连自己的爹娘都要怀疑了。所以你现在是彻底想通了？也说不上是想通了，我原本只是想把这秘密砸在自己手里，退隐江湖，人不犯我，我不犯人。现在看来，我不犯人易，人不犯我难。我被东厂和同舟会追杀了那么久，不仅我难受，现在连我的后辈也被牵扯在内。为今之计，只有站在你这边会安全一点。既然如此，是时候把卷轴交出来了吧。这个东西放在你那多一天，你和你徒弟的清静日子就少一天。顾全大局，三思。我又何尝不想。汪大人你也知道，卷轴只此一份，已经写在我徒弟的脑子里了，而且一时想得起一时想不起。汪大人，你还是再给我一点时间吧。哎，不对呀，这金戳药膏本来都是满满的，怎么就见底了？聂子义，哎，小松子，哎呀，这可怎么办呢？现做也来不及呀、啊。